是不是太累了？没有，就是最近精神有点紧绷。我本来想说趁大家都不在悄悄打一，结果你就出现了。要是那么累，就别工作了，回家吧。不行，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对我来说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虽然我不能成为你的左膀右臂，但是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呀。 怎么了？你这样很肉麻的哦。啊，肉麻吗？我送你回家好吧？嗯。走吧。我把这个卸了。刚刚有没有扎到？没事。 怎么会？风倩怎么会得脑部恶性肿瘤？说，我妹妹怎么能摊上个这事儿呢？这三年我没有见到妹妹，我妹妹终于回来了，我以为我唯一的亲人到了我的身边，我可以好好照顾她了。还有那个方卫国。 要不是因为他跟方月荣把我妈害死了，倩倩能这么伤心吗？中间插出来一个唐明轩，好，唐明轩，你不会好好的哄我妹妹说吗？你不会好好的拒绝吗？小雨，我觉得他一定要这么决绝的让我妹离家出走吗？好，哎，我妹妹回来了，唐明轩现在就这么着急秀恩爱，带着莫非在明远公司同进同出。 如果我妹妹看到了怎么办？伤心不伤心？如果我妹妹看到他们俩秀恩爱，她能不伤心吗？她根本就没有放下唐明轩。小雨，冷静一点。让我怎么冷静？她现在得了肿瘤，你让我怎么冷静？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小雨，方倩得这个病，谁也不想。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怪得了谁呢？ 都怪咱们！方总是你的父亲，是你们俩的父亲。天下没有哪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女倒霉。他不配做我们的父亲，好吗？小雨，唐明远也是个王八蛋。你今天能把我叫到这儿来，跟我说这些话，说明你没把我当外人。 我打心底里一直把你当亲弟弟，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劝你几句。现在方倩一个人在医院，她最需要的人就是你。你要是崩溃了，你乱了手脚，她怎么办？所以你一定要冷静下来，好吗？我没办法冷静。我知道。 所以今天我陪你喝，你想怎么发泄怎么发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找一个最好的脑科大夫，给方倩看病。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我相信一定有机会治好的。小雨，你真的不能崩溃，方倩就指望你了。 崩溃了，他怎么办？
喂，莫非我在你家楼下？这么晚了，你找我干嘛？能下来吗？太晚了，不方便。那我就等你，等到你下来为止。喝了你多久啊？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狼狈啊？我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唐明轩他就是个王八蛋。你怎么，会喜欢他呢？你喝多了，早点回去吧。我不想让你也被他伤害。莫非你不能喜欢他？为什么会喜欢他呢？莫非喂，这么晚了，打给我干嘛？我刚才打给你，你为什么没接啊？我刚刚去洗漱，没有听到手机电话响。我现在还不想睡，你能陪我聊会天吗？怎么感觉你不开心啊？就是。就刚刚莫凡用我的洗面奶没有给我盖上。哎，你们两个怎么都像小孩子一样啊？总之我就是觉得很烦。那我怎么能哄你开心啊？给我讲个故事吧，我要听小王子。等一下。拿书讲给你听吧。开始了。第二天呢，小王子又来了。最后在同一个时间内，护理说，例如，你是下午4点钟来的，从3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到幸福的滋味了。越接近4点钟，我越觉得幸福。到了4点钟，我就心神恍惚，坐立不安。莫非，你去哪儿啊？去茶水间。这茶水间都不叫我，咱俩真是越来越不贴心了。我是贴心好吗？我看你那么忙，都不忍心叫。哎，别说，昨天程阳真是惊艳四座呀，那个水色里有你不少的功劳吧。哪有，那都是陈阳设计师自己做出来的。你什么实力我还不知道呀，还要跟我谦虚？哪有跟你谦虚呀、啊？要来我们公司呢，会举办一个。不是，你俩吵架了呀？他为什么不理你啊？没有吵架，就是在工作时间嘛。那也要个人的事情。不是莫非，你现在是在给我摆老板夫人的架子吗？哎，你这是越来越不把我当朋友了。怎么会呢？只是现在这是公司，人多嘴杂，我不想找那么多麻烦。
那你假期什么时候结束呀？也快了吧。那订几号票走了吗？我才刚回来的。哎呀，我知道最近大秀的事情把大家弄得都精疲力尽的。 这样吧，等这段时间过后了，你来我家，我给你做小龙虾吃，好不好？而且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都一直没有时间。好了，别生气了。嗯，那我走了啊。嗯，去忙吧。 米娅对我们这次服装大秀如此的感兴趣，对一个真正的服装从业者来讲啊，服装面料工艺这是他们最在意的。我相信通过这个，对于咱们并购 SLC， 也会非常的有帮助。嗯，我记得我以前问过你，宋唐对于你来说究竟是什么？那个时候的宋唐。 是一个不得不增加业绩的服装系列。现在呢？现在的宋唐对于我而言，它不只是一个服装品牌，从绣馆到设计，到整个的面料选材，我倾注了很多情感。宋唐自身也承载了多种中国文化的传承使命。很好，你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它的终极价值。 究竟在哪？现在无论把什么事情交给你，我应该都是放心的。进来，夏总监，您的咖啡，谢谢。你现在倒是比刘培更贴心了，我可是您提拔上来的，自然事事的要为您着想。 不然不辜负了您的栽培嘛。看来你还是个重感情的人。您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我在会议上否定了墨菲的建议，你作为老同学会不会打抱不平？你有什么想法呢？我把人家当老同学，可人家没这么看我。刚才我在茶水间还看到墨菲了，他现在可是名媛集团当红设计师的特邀助理，牛得不得了。 自然不会把我这个老同学放在眼里的。那也是太不应该了。我舍不得人家，可人家未必舍不得我。刚才还一直在敷衍我说什么假期太短了，马上就要回去了，以后再聚。像你们这些刚入社会的大学生，到了大公司，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短暂时间内有一些膨胀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都是这样。 到哪里都喜欢被人关注，喜欢当焦点。江西啊，你这么聪明，只要努力工作，留在名媛应该问题不大。真的吗？哦，对了，这个呢是我从米兰带回来的小礼物。我这个人啊，平时也不爱搞交际，本来想留给自己的。 但是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特别合适，送给你吧。这多不好意思呀！没关系，我们戴戴看。来，试试。
还真的挺好看的。谢谢夏总监。不客气。漂亮吧，这丝巾？漂亮。夏总监送的。夏总监对你可真是另眼相看了，这人嘛，讲究的就是缘分。我跟夏总监就是属于那种脑袋特别圆的人。脑袋特别圆？笨死了，就是特别透圆。也是，缘分天注定嘛。我们可比不了。进。唐总，找我有事儿啊？我刚给你打电话，正晚还加班呢。哎，您这不也加班呢？什么事儿啊？我那都忙坏了。咱们先把手头工作都放下，我请你吃个饭。吃饱了饭，咱们再撸起袖子好好干啊！再来一点，哎，嗯，谢谢唐总。唐总，我真没想到，以您的身份会来这种地方吃饭。我可真的不是为了省钱啊，是因为这个地儿喝酒聊天真的很舒服。您没发现您现在说话越来越像莫非？有吗？来喝一个。哎呀，舒服！我特别喜欢这种地方。这种地方能看到确确实实的烟火气，有烟火气才有人情味。我在法国的时候，最想吃的就是这些。你们设计师是不是都这么感性？我本身特别感性，我觉着感性了才能有感受。感受了才能有创造。我觉得有感受是好事儿，这样呢会给你的设计带来源源不断的感觉。唐总，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别总跟我这么客气，说呀。宋唐并不是名媛最赚钱的品牌。但是您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的去收购刺绣工坊？为什么要背着这么大的压力，做一个前途未卜的品牌？我进了名媛，才慢慢的了解到，您为了宋唐，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财力，这在我看来已经不是一个常规的发展计划了。那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啊。首先，宋唐并不是前途未卜。你还有莫非啊，而且我有着你们这样一帮人跟我一起来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说没有你们这些人在我身边，那我才觉得真的很难。压力之下必有勇夫。来，为你这句话干一杯。其实我跟你说句实话呀，一开始接触宋唐的时候呢，我还真的没有什么想法，我就想圆我爸的一个梦。但是后来从收购绣坊，到寻找设计师，再到并购 SLC， 这一路下来，其实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当中投入进来，我不只是为了圆我爸的一个梦，也是我的梦。更是咱们的中国梦。你的这种想法，这种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也许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吧。像我们这种人，会被它吸引，会为之着迷。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欣赏的艺术，被更多的人接纳和喜欢。期待，那种喜悦，旁人是理解不了的。
这样特别好。跟您坐在这儿，我有点自惭形秽。跟您做的相比，我做的太少了。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来比较。首先，你是做设计师的，那咱们就要把设计师做好，对吧？你要让宋唐发光发亮，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知道，我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敬宋唐。敬宋唐。嗯，怎么不干了呀？唐总，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喝完这杯酒，我就当唐总你是我的知己了。是为知己者死。明轩，哎，我说你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呀？刚刚和程瑶喝完酒，回到家里，我突然间好想你。就想过来看你。哼，你和陈瑶喝酒居然不带着我。男人喝酒为什么要带你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男子主义。嗯，我很尊重女性啊。是吗？那为什么刚刚说喝酒说是你们男人喝酒，女生就不可以喝酒吗？而且酒是专供男生的吗？明天我就去找陈军。你只能跟我一个男人喝酒。大男子主义，家控制欲强。一点都不可爱，在家口是心非。这里是公司啊，可是已经下班了呀。现在下班了。
我说你刚刚跟陈阳说什么了？好事啊。什么好事啊？反正从你回来以后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好事。那这么说的话，我是你的福星喽？你呢，不只是我的福星，你对于我的生活还有工作，你永远是我的动力。我说现在的上海天气还有点凉啊。冷吗？嗯。挺着。挺着。这样会不会觉得很温暖？嗯。那我们就不回家了，在这里一直抱着你，好不好？不回家不是更冷吗？我抱着你就不冷了。嗯，还是有点冷的。你说本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现在还是变成你送我回来了。送你回家刚好，酒也写完。哎，铁峰。爹，哇，今天好冷啊！这种天气，我刚才路口还看到小情侣在那边亲亲抱抱，简直有毛病吧？说你呢。我说你怎么穿这么点出来了？我去买吃的。你不要节食吗？我饿得都睡不着了。哎，姐。你平时不是老拉着我陪你吃夜宵，怎么今天提醒我节食了？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我先走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讨打？姐夫，其实您下次不用送他，他也能安全回来。为什么呀？哎，这也是什么意思啊？我胖。你不胖，你瘦了很多了。行了，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辛苦什么？拜拜。拜拜。晚安。姐夫，慢走啊。拜拜。走了，回家。你和姐夫进展很快嘛，我是不是都该准备包红包了？我还没问你呢，什么时候改口的？哎呀，这个不重要，我是担心你会被别人欺负。欺负？谁欺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咱们家和唐总家的家世差距真的很大，怕你嫁过去受气。闭嘴，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哎呀，我认真的。你看，你和唐总现在这么恩爱，谈婚论嫁是迟早的事吗？哎，我说你不是饿了吗？吃吃东西吧啊，这都给你。哎，姐啊，我是真的替你发愁啊。你愁什么呀？我担心你就这么沉迷于爱情了，等你真的和唐总修成正果，会不会就忘记你的理想和追求了？我和你不一样。我呢是要爱情、事业两手抓。你一手抓事业，一手抓爱情，拿什么和生活搏斗啊？哎，你不是总教我，做人呐不能太贪心，不能什么都想要。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哪是挺有，是非常有道理啊。我说你刚毕业的学生，在这装什么智慧老人啊？那你就说也没有道理吧。你呀，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我跟你才不一样呢，我要先做到事业有成，再去谈风花雪月。哦，这挺有自信的嘛，我看你能扛多久。我为什么要扛？
我又没有女朋友。我说你想不明白呢，就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和孟静还要讨论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走开，走走走。不说了，那我睡觉去，你早点睡啊。嗯。这段时间，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但是我想说，我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刚才我得到消息，我们的水色系列跟夏总监的丹霞系列一起进入了幻彩云源发布会的主秀，到时候会有很多国内国际的设计师跟一线媒体到场。哇！所以，我们不能懈怠，要再接再厉，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好。现在我们的设计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即将进入面料的制作和选材。东东，你去跟一下面料方面的工坊，多了解多沟通，跟老师傅说话要客气，要尊重长辈。好。我负责制板，莫非负责跟刺绣，他擅长这方面。余夏，你跟着我。东东，你把具体的工作再跟大家交代一下。好。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加油。夏总监，我们三天前申请布料，到今天还没有拿到，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再等等吧，最近面料紧缺，等面料到货了，自然会有人通知你的。可是我刚刚看到刘设计师的助理拿了跟我们一样的面料，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他们是提前申请的。可据我所知，他们是昨天申请的。我是不是应该跟你汇报刘培每天的工作进度，才配得上你的特殊身份呢？我没有什么特殊身份，我希望的是可以公平对待。而且夏总监，您是设计总监，为什么总是跟一个设计师的临时助理过不去呢？你什么态度？对于您的所作所为，我没办法尊重您。你来明远到底是什么目的？我们心知肚明。我来明远就是帮朋友完成设计。说得好听，完成设计。你要是真的想做设计，何必来明远做个设计师的临时助理呢？只要跟明轩说几句好话，他自然不会给你一个太低的职位。我已经和你说过了，我来明远是帮陈阳完成水色的设计，和唐总一点关系都没有。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仗着自己年轻貌美有才华就变得贪得无厌，但是在我这里根本就是微不足道。既然真的这么微不足道的话，那夏总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想要把我从唐总身边弄走？您不矛盾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明轩需要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肩上背负着多大的重任，他跟你在一起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我在这儿跟你理论才是浪费我的时间。想嫁给明轩的人从明远已经排到黄浦江了，我劝你识相一点。没想到夏总监觉得女人的志愿就是结婚嫁人，还真是蛮幼稚的。你别在这儿跟我说什么大道理，除非你发誓你没有这种想法。我为什么要跟你发誓啊？就算明天我就和唐总结婚了，那也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来交代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不吃饭，在这儿聊什么呢？我们在聊面料的事情。我现在就给采购部打电话，让他们把面料准备好，给你送过去。我先走了。吴飞。对不起啊。嗯？为什么要道歉啊？我刚刚有一些冲动，说的话可能会对你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夏总监太为难你了。
他自己也没讨到好，应该不算吧。那你明天有没有打算嫁给我？什么？我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明天是个好日子。啊？万里无云。这样，再过三天周六呢，咱们双方父母先见个面，然后周日去买套房子。下周三你确定一下宾客名单，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咱们来举办我们的婚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婚礼你应该喜欢中式吧？我也喜欢。对了，婚纱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一个月的时间，会不会太仓促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刚刚说的只不过是气话而已。可是我当真了怎么办？难得看到你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在骗我是不是？你就知道欺负我，我走了。我道歉还不行吗？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现在就回法国。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就回去。我不要夹在你和夏总监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要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嗯？跟你说，你别来这一套。我刚跟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这是公司形象吧？万一被别人看到了，看到了又怎么样了？我怎么这么霸道？走吧。带你去吃个饭，看你怎么表现吧。哼，看我怎么表现。你都不想嫁给我，吃什么饭啊？我饿了。你都那么胖了还吃啊？我哪里胖？走，吃饭去。四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眼中交舞桌边。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西雨点洒在花前，耶，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是晴天。你是雪花后的那片鹅黄，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天真，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誓言在两千呢喃。你是爱，是希望，是暖，你是人间四月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若你安好，
是晴天。